女明星们爱美爱打扮，我们是见多了。但今天呢，我们要对话的这位呢，她爱的竟然是摩托车，她就是长腿妹妹张丽。机场离这100多公里呢，我的车拖着你的车先去修理厂吧。优雅有气质是大部分人对张丽的印象，她对自己则用5个词来定义：平静、乐活、阳光。还有2个时尚健康。怎么听这些形容好像按在任何一个女明星身上都成立呢？不过张丽有一样绝对是别人学不来的。哎，你爱骑摩托车吗？可以，我可以带你去兜风回北京。我骑的还可以的，对，带你兜一圈没问题。从4年前开始，张丽就爱上了摩托车，现在每一年她都会设计一辆摩托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。我就每次拍完戏，我就会把他们在俱乐部接回来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像接自己孩子放学。看看张丽在摩托车上的飒爽英姿，这双长腿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个另类的用武之地。不过女孩开车碰到的问题还真的不少，如果遇上北京的大堵塞，机车女孩内心自然也是崩溃的，会一直用离合，一直用离合，你手都会断掉的。然后我还在想说，哎，如果哪一天不小心那个车要是倒了，我只能站在旁边，哎，麻烦你帮我扶一下。今年由张丽设计的一款摩托车还在美国得了奖，这么有天赋，未来她成了赛车手，大家也不足为。